慢，那个稍微打起精神哈、哦。打精神。好，那个透镜的成像跟面镜的成像，我们说透镜跟面镜的成像都讲过了哈、哦。慢慢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近视啊？近视。近视。就是近视是水晶体的变凸。水晶体变凸。变凸，然后嘞？然后它的焦点好像被缩短。OK， 焦点缩短。好，我们想象一下啊，这是两个透镜。这样两个透镜，谁的焦距比较短？当然是比较大的人的焦距。这个画，那我如果这样画呢？假设。这是一个平面的镜子，那个玻璃，啊，不是镜子，就是玻璃，啊，光线给透过去，平行，两面平行，那焦距多少？那焦距是零。焦距是零，无限大嘛，焦距是无限大，没有，那几乎是没有焦距，对不对？所以可以想象吗？当你两边有一点弯曲的时候呢，焦距很远，越弯越多的时候呢，越弯越多的时候，焦距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OK。啊，甚至我看过那个有那个很小很小，他是喜欢这样用的那个透镜啊，凸透镜，他几乎是做成圆形的了。好，因为他需要一个很短的焦距。Hello。好，那刚刚我们至于讲，就是说近视眼的人呢，因为他东西是像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在看东西，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的时候呢。刚才看进去看东西的时候，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眼睛会退缩。假设这是一个透镜，然后你的物体呢，如果在很远的地方，好，它成像在哪里？成像在哪里？焦距。焦距角度在这里好了。一倍焦距，两倍焦距。它成像在哪里？无限远，比较远的地方。要去画条纯线。我们先，其实我们每次要画成像图很麻烦，对不对？我们先想一下，好了，这个我就想到无限远了。无限远的东西在对一个凸透镜来讲的话，成像在哪里？是超过第三象限那边，然后怎样？这边。这里啊。大概是。第三是第。一二三，这边嘛，第三象限。好，在哪里？我在乎的是位置，距离，而不是在乎在哪个象限哦。近一点的地方，差不多要近。这里好不好？还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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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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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靠近近心了、啊。焦点。靠近近心吗？焦点对。靠近焦点了、啊，靠近焦点了、啊。不，靠近焦点。为什么要靠近焦点？想一下嘛。无限远就好像拿放大镜去照太阳啊，太阳的下方在哪里？会在靠近焦点。会靠近焦点嘛？会在焦点以内这一块呢，还是焦点以外这一块？那是焦点以外。焦点以外哈，不会在焦点以内，没有东西会在焦点以内成像的，记不记得？两倍焦点的东西会成像在哪里？会成像在两倍焦距的位置。好，因为这是一个。这是刚好一个类似平行时间型，好，它成像关系，所以两倍焦距就成像在两倍焦距，两倍焦距外的会成像眼往焦点靠 ，OK。所以我们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的远球会把它的成像在视网膜上，好。比较靠近的时候要怎么办？成像是会往后跑，对。成像往后跑的时候，你的眼球要做什么事情？调整。怎么调整？变凸一点哦。当你的东西往里面靠的时候，你的物体往里面靠的时候呢，你的远球必须稍微凸一点点，使得它的成像还在这里哦，对不对？所以你长时间看近的东西，你的眼球就一直维持形状，久而久之，你眼睛就
不近视了。为什么要变多了、啊？因为你的那个肌肉神经已经疲乏了，它就拉不回来了。你的眼球拉不回来了。那拉不回来的时候呢？当你在看无限远的时候，哎，它变成了焦距在这里啊，完蛋了。视网膜在这里啊，它成像在这里啊，那它就在角，看不清楚啊，那怎么办？戴眼镜。所以眼睛会是什么样？凹凸凸凸透镜。凸透镜是凸透镜吗？好，我没戴。看一下，想想看，这是一个凸透镜。好，我们要戴眼镜，是希望让这个焦距变远，变远还变更近？变远。变远一点嘛。好。假设这是一个凸透镜，我的光线进来，我是聚焦在这里，我前面再放个凸透镜，然后再聚焦，这焦距会变短还是变远？变远，变短，变短，会变短哦，会更短哦。你看，经过这凸透镜，它光线已经开始变斜斜的了，再经过个凸透镜，它焦距就更近了。可是我看你那个眼睛看起来就像是直的。没有，那这好，我等一下解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近视眼镜的话，它要戴凹透镜。他先把光线给散开，再重新聚焦，他就聚得比较远一点。好，那聚焦比较后面，所以我们的眼睛已经凸起来了，变形了。但他必须戴个凹透镜，让我们的焦距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我才看得清楚。OK， 好。那陈佑讲的说，可是我们的近视眼睛看起来是凸凸的啊。对，我解释一下哈。好，这是正常的凸透镜，这个呢叫做平凸透镜，看过吗？好，这个呢叫做凹凸透镜。好神奇啊！啊，有一边凹，有一边凸。好，这个呢？叫做凹透镜，有问题？有。这个呢，叫做平凹透镜。这个叫平凹。对不对？这个呢，应该夸张一点的，这样。这叫做凸凹透镜。跟上面不是一样？不一样的是什么？这边的距离跟这边的距离。相等。不一样。凹透镜这中间比较薄，旁边比较宽嘛。这中间比较薄，这旁边比较宽，这就是凸凹透镜。啊，你看一边凸出来了，这边中间比较厚，旁边比较薄，啊，这叫做凸，这叫凹凸透镜。这样清楚吗？三种透镜。那眼镜是哪个？眼镜现在目前在做的就叫做凸凹透镜。所以你简单来看啊，虽然说旁边看起来是凸凸的，可是你去看。旁边的厚度一定是比中间厚度厚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凹透镜，啊，但是因为它有凸出来，就要凸凹透镜。你不是说那个眼睛都弄那个凹透镜吗？凹透镜。对啊，所以这是凹，这叫做凸凹透镜。凹透镜。我都问啊，为什么你说要用凹透镜呢？就用凹凸面镜？凸凹面镜？凸凹透镜？凸凹透镜，凸凹透镜还是凹透镜啊？哦，这三个还是凹透镜啊？麻烦哦。好了，懂了，随便了，青菜。老师只说比较重一点吗？不然怎么选那种？好，因为我们如果是选这种透镜哈，当光线是打到旁边的，它会偏掉。它容易偏掉，所以你眼睛，譬如戴了眼镜哈，你现在戴的眼镜是这种。凸凹透镜的时候呢，你看上面跟看下面，感觉不会太大的差别。可是我拿着眼镜这样子自己这样试一下啊，也会发现看上面之后东西会变形，会变得不舒服。好，甚至你简单来讲，你把眼镜反过来戴就好了。你把眼镜反过来戴，你就觉得看起来就很不舒服了。不是这样 ，Vito， 你的度数是这样度数，说你只能这样反过来。所以我要这样。对对对，这样反过来看，这样不会还好，但看起来很不舒服，那还好。不会。你甚至走路起来头都晕啊。根本就鱼眼效果。对啊对啊对啊，你的东西都变形了，周围的东西都变形了。好，你可以把眼镜镜头你看一下，看是不是？
来 ，Hello， 你们看一下。你从正面看跟反过来看。不是有长多焦吗？啊，你旁边的已经变形了。哦，没有，我是看到两个。有一种叫多焦镜片。我是看到。多焦不一样，多焦镜片。我看到分裂。什么是多焦镜片？圆圆的，那当我们的不要看太久，看太久不是，当我们的眼睛老化，再严重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变得圆的也看不清楚，近的也看不清楚，老花，那就老花了哈。不要，我一个，好吧，谁要你用试我的？好。你先这样看一下，先这样简单看一下。哇哦。好，然后反过来。这个 2.0 的安静，是不是周围就变形了？哦，对。好。好。那我们在讲多焦镜片，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们眼睛慢慢的已经圆的看不清，近的看不清楚的时候，所以他就必须，以前的技术比较不好，所以他的眼镜哈。秃头镜。这哦。一个眼镜，它会做成这边有另外一个小视窗，这另外小视窗的焦距跟真的视窗焦距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它往下看的时候呢，眼睛透过这个小视窗，又是眼镜好了，这是眼镜片，它透过这个小视窗看下来的东西，就像它看书，它的焦距是比较适合类似近视眼镜戴的。那导致斜视。可是如果我们那边看的时候呢，它看远的，它是类似远视的镜片。好，这两边的焦距不一样。可是这样很麻烦啊，因为你看起来会有两个视窗嘛，在眼睛这边看到会两个影子。很丑，很恶心。不是很丑，你从外面看起来还不会怎么样，但是这个人往外看就看到两个，譬如我现在看到陈玉，我就看到两个陈玉，很不舒服。会对不准。对，也会不太对，所以现在比较进步的眼镜是这样的，它变多种焦，你看哦。它的焦距是往这边一个焦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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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都不一样的。但是你随便放都可以看得到，它就看到一个影像。这要多焦镜片的，啊，它要多种焦距，类似这样的，没有错，啊。好，就类似这样子。阳光，牛顿在做那个阳光散射实验的时候，牛顿是一个很厉害的天才，他有想象力哈。对。对。他是牛顿也很小心哈，他不太喜欢跟人家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对，他的研究不太想跟别人分享，所以他后来跟那个伽利略，没另外一个人，伽利略是更早。哇，天才伽利略。尼布莱斯这样子，尼布，他是两个，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哦。你可以站起来啊，动一动，好不好？我去洗把脸。去边防去洗把脸。好。那个他们发现说，第一个我们观察很奇怪是为什么彩虹有好几个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像红橙黄绿蓝靛紫，是我们今天要打分辨。曾说它有七个颜色，事实上有四个，有人说六个颜色，有人说五个颜色，黄色、红色、绿色、紫色。那牛顿做个实验就很简单，他就用水里面放个镜子，光线照过去，有部分进入水面，再反射出来，就会看到彩虹的那种光芒的颜色，有七个颜色左右，上面一个类似像彩虹一样的。那你说尼布莱斯啊？尼布莱斯，那是讲微积分的，我们先不讲微积分。所以说光线，牛顿就认为说光线应该是由很多种不同的光所组合的，所以他就想研究说光到底是由哪几个光所组合，白色的光、太阳光，然后就直接白色的光直视太阳，到底是由几个光线都组成的？红、黄、绿。好，那后来发现是红、黄、绿三个颜色了哈，红、黄。那其他颜色吧，绿色我写错了。啊？你写什么？是红。啊。蓝绿的。啊，红蓝绿，红蓝绿。红蓝三原色。红蓝绿。那我写对了。那你写对，红蓝绿。好神奇呀、啊！红蓝绿，红黄绿呢？我假设我有三个镭射的话，我的以后的投影机就更简单了，我甚至不需要
透镜什么的都不需要，我不需要那个 LED 板，我只要 3D 雷射仪打出来就是彩色的。为什么？因为红光雷射有了，绿光雷射有了，再加上蓝光雷射，那如果前面有人就被烧掉了？不会啊，不会不会，它当然可以减光啊，它的功率可以减低一点。那所以老师啊，所以现在还没做出蓝色。蓝光雷射好像已经做出来了，好像已经做出来了。啊，红光和绿光是怎么出来的？它用不同的宝石去震荡嘛。宝石。是啊。现在已经是二晶体的镭射啦，现在不用宝石，最早期是用宝石，没有错。都有。啊，就是啊，二晶体，二晶体是一种像是 PNN 二晶体。然后是，我只在简单概念。当它给它不同的电压的时候呢，它可以导电或不导电。好，这是二晶体基本的工作原理。电阻一样吗？不一样，你给这两个之间给的电压不一样，它两个产生的电阻是不一样的。对，最重要的是你给你两个之间的电压之后呢，它决定它电可以不会出来。好，它是用一种开放的方式，一种，这叫做。所以电压越大，它就能量越强。它就可以通过电流越大，电压差越大的时候，它就能通过电流越大，大概是这样子。啊 ，OK。但是这样子跟发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那个自己穿的比较是深蓝色，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衣服为什么深蓝色的。光都被吸收了。大部分的光被吸收，只有少部分的蓝色光被反射，少部分的蓝色光被反射，所以看到是暗蓝色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墙壁是白色的，为什么是白色的？因为光都被反射了。所有的光都被反射出来了。大部分光都被反射出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去从我们眼中接收到什么光线去决定它的颜色。那如果一个玻璃纸，我红色玻璃纸贴在窗户上面，我看到光是红色的。因为红光透过来，红光透过来，其他光呢？大部分都被什么反射挡住的，挡住吸收了，被挡住被吸收。所以假设这个玻璃，这玻璃是红色的，跟一个透明的颜色的玻璃，像哪个颜色的玻璃会比较容易热？比如照太阳热。红色。红色容易热，因为它其他的光线被吸收了，被玻璃吸收了。白色都透过。白色是透过比较多。那黑色？黑色就会更烫啊。哎，你好热。因为光线都打在里面。那为什么说红色？啊，红山白色相对。红色跟黑色比啊。好，我没有拿黑色来比啊。好，那如果黑色的玻璃，它事实上，看它透光了。如果它黑色透光的话，就是百分比的。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玻璃，比如你买眼镜也是一样，它给你一个数据说，这玻璃很好哦，这个透光率是99.99%。另外玻璃啊，这玻璃差一点，它透光率98%。好，你要买眼镜的时候，你要买哪一个？99.99%的啊。那他就告诉你说，我现在有的镀膜，我是他们镀膜，我可以挡掉 UV。UV 什么 ？UV 紫外线。U 是 ultra，V 是好像是紫色怎么讲？不是 vegetable， 那是另外一字。vegetable， 一定是 vegetable。我忘记了 ，vi 什么东西啊 ？vi 是紫色紫外线粒子。这紫外线就好。vol 什么 ？vol。vegetable， 我是很确定。听起来怪怪的。啊 ，uv。啊？还是专有名词，专有名词标。vol 什么 ？vocalo。vo。ca。LOID 是日文吗？我看过。好，恭喜你，这就是初音未来的。这什么？初音未来那个动画的片名。谢谢你啊。被耍了，这是广告吗？这是广告吗？被耍了。好 ，UV 是紫外线的意思啊。好，那看什么？因为紫外线的光线强度很强，我们通常会有白内障啊、眼睛视变病啊、那个视病变啊。眼睛的病变的问题，大部分是紫外线进去之后，让你的眼球开始有点受损。那白内障意思是说，我们水晶体本来透明的，可是当你水晶体慢慢的有些杂质，
有些变质，变成乳白色，变得乳黄啊、乳白啦、啊，那就是白内障。那白内障的话，你就慢慢眼睛看不清楚，因为光线透过的比例很少。那 UV 是一个白内障造成的主要原因，所以的话，镜片会希望有镀膜来抵挡这个 UV。那洗眼镜呢？啊？镀膜或者洗眼镜？镀膜就不要不要刮就好。不要刮，不要刮，你可以用一点点中心的清洁剂洗，但是不要刮。甚至你用清水洗都可以，但是不要刮，不要用力擦。哦，所以的意思是说，以后眼镜都要送来我们学校洗。学校没办法洗，学校没地方可以洗啊。有，你说用清水洗啊？哦，是，这是梗啊。好，你那个就是我们眼镜在洗的时候，就是记得用那个中性的清洁剂洗，把那个油渍洗掉就好。那不要去硬擦，你擦了会把那个膜给刮掉，啊，会有刮痕。那一般来讲，抗 UV 它告诉你，哦，这抗 UV 90%UV 都被挡掉了，所以光线进去的时候呢，这 UV 是不是可见光？不是。UV 不是可见光，所以 UV 挡跟百分之百没关系。当然。你看东西还是会有差别的。为什么要百分之百？很难做到，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吧？你只要能够透光，能够挡到百分之百就很难了、啊。哦，很难百分之百，但是咱现在可以做到95%。啊、哦，好，那。戴太阳眼镜好不好？好，不好。好还是不好？你会不适应亮光，然后到做一个大不适应亮光。好，像陈玉你爱吗？好的。爱睡觉，等你啊、哦。那个戴过分。戴太阳眼镜一般来讲啊，如果你太阳眼镜是很小的太阳眼镜，然后又戴比较远的话，效果不好。为什么效果不好？所以你说大的太阳眼镜，然后戴又。因为戴的比较近视会比较好。是啊，是这样的。这样我可以边睡边听吗？没有办法啊。你必须戴，我听就好。一心二用。你必须戴半透镜。太阳眼镜可是可以那个的呀。太阳眼镜的缺点是什么？一般太阳眼镜，因为它的我们眼睛的瞳孔也很特别哈、哦，眼睛的瞳孔遇到光它会怎么样？会缩小。会缩小。哦，会缩小成一小点。那比较暗的地方，瞳孔就放大。瞳孔是用来控制光线进去的多寡。嗯。可是我们戴太阳眼镜的时候呢，你眼睛，它觉得说我现在到一个暗环境了，所以它瞳孔就会放大。可是瞳孔放大的时候，大部分光线的地方不就会那个悲剧了？就是突然把太阳眼镜拿下来，不就？所以你的瞳孔都缩小了、啊。可是它突然缩小不会受伤。不会受伤吗？会被清晰一下。不会，那是猫的。好，那突然缩小 ，OK 的。但是你就是怕，就是说我现在阳光很大，然后我戴太阳眼镜，你太阳眼镜很小，但是黑黑的，所以你的瞳孔会觉得说我现在是暗的环境，所以瞳孔放大。可是这样是，我们大部分很多光线呢、啊、会从旁边进来，像 UV 的部分。那这时候它就会进到你的瞳孔里面去了，因为你瞳孔放大了，所以它容易接触到一些杂七杂八的光线，那这样对眼睛造成破坏。所以呢，戴太阳眼镜的话，尽量就要戴稍微大一点点的，啊，不要戴太小。那戴贴近眼睛的，因为你贴的越近的时候呢，戴太阳面具好了。啊、哦，那是最好的啦，啊、哦，所以像有一般人家烧汗，那个电汗啊，那种有电汗滋，有吗？有看过发出很亮的光线那个电？那不那个吗？你有看日食？啊、哦，日食也是啊，那个阳光，你就直视阳光，像那是错误的做法，不要这样子。你那汗香的时候，大部分人他在做戴全罩式的。它只有中间小块是黑色的，其他地方都把光挡住了。好，那因为像我曾经看过，就算即使你就戴那种已经全罩的那个光线哈，那个挡住眼睛的那个那是什么保护镜，你做一整天的电汗来讲，很多人眼睛晚上就会整个就红起来，就发炎，很不舒服，啊，到红肿。哦。因为阳能量太强了。哦，你说不戴那个脑电？戴，已经戴了。如果工作戴两层。戴两层就看不见，因为很黑。你没有工作。那戴0.5层。它就瞬间很亮的光，其他时间你就看不到东西，那请问你怎么工作？那戴0.5层哎。那你眼睛戴一层，那你眼睛会受伤；戴0.5层，不是眼睛更严重。1.5层。好，1.5层，1.5啊，一样。你，我跟你讲，我自己戴过哦，但戴起来。就是所有人都看不到，几乎东西都看不见。就是只有汗的时候就看光源。对，看只有汗的时候看了一个光源，对，没有错。
那奇怪，我的手怎么好像有点痛痛，还是继续喊下去了？对啊，那就是。哈哈哈！汗到手，那就是什么？他不会汗到手，应该是那个吧？你的那个痛觉神经被拔掉。OK， 一样，一样，好。然后再夹子夹到手，然后再。我们来看第七题哈，红色衣服的红色，我们看第八题，第八题 ，sorry， 红色的光照到蓝色的衣服会显示什么颜色？红色的光照蓝色的衣服会跑出红色。紫色。蓝色。紫色。羊紫色，蓝色啊，蓝色衣服，蓝色衣服，为什么它是蓝色衣服？因为蓝色比较暗，吸收掉，因为它吸收掉其他的色彩，啊不光，它吸收掉，所以它吸收掉什么光？除蓝色以外的书啊，所以蓝色，所以红色跟绿色被吸收，对不对？哇哦，哇哦，我先把红光，这边有红色的玻璃纸，我现在光线透过它。所以它应该要是蓝色。我现在只有红色的光打进来了，其他的绿色光都被挡，跟蓝色光都被挡住了。这是黑色吗？红色光打到蓝色衣服上，再反弹出来，请问反弹出什么颜色？黑色。黑色。深蓝。会反弹出黑色吗？紫色。色。会反弹出蓝色，蓝色光。